你跟客户说一下，那个我们给你发的那个机器呢，你可以看那个显示器上面的颜色。我们这边最新的有一款机器呢，就说，哎，你能不能把电插上啊？那个灯，对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这不，这上面有亚克力，你能看出来吗？就是说它这个有那个很透明的那种，然后这里这个灯泡我们待会会亮的。然后呢，这上边相当于有这个东西盖住的话，相当于这个机器就非常好看了。我待会儿再回去给你看一下，你就是说你客户订的那一种，就是说这种机器可能要贵一些，你看。然后它这个颜色是在不停变换的那种，对不？颜色在不停变换，晚上的话看起来更好看。你就问客户一下是喜欢哪一种。Hi, this is Chris. Okay, this is another warehouse of the roulette machine. It's also under production. You see, a lot of types. Okay. 亮了没有？亮了。灯呢？对。灯也亮了吧？